你遇见，爱怎么收敛？对你的喜欢太过于明显，我猜你一定早就发觉。那个晴朗的夜晚，偶遇你的浪漫，难忘的片段。听说炙热的喜欢可以溶解冰川，每天对你说晚安。如果你也习惯，也喜欢你的眼眸，岁月都温柔，风尽头在你身后，牵着你的手慢慢走。如果可以穿梭这个宇宙，看你在银河漫游，这一颗星球我愿意为你守候，穿越这时空到白头。你的温柔像灿烂星河在左右，如果可以那个时候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出歌了，一直都不在状态，就好像突然之间对音乐失去了灵感，做出来的歌自己也都不喜欢。那我们就重新再写一遍这首歌，我相信你已经找回对音乐的感觉了。可现在时间太紧了，我没有把握。你想不想听一听我跟这半首曲子的故事啊？确诊渐冻症的那天，仿佛我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，根本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。喂，爸。闺女啊，你最近总说你没力气，那医生怎么说呀？医生说我就是缺乏锻炼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那个，有事你跟爸说啊，没什么事儿你赶紧回来，爸等着你回来吃饭。我就意外地捡到了这张谱子，没想到这首曲子充满了力量感，仿佛有一种对生活不服输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把它当作练习曲交给了我的学生。没想到我的曲子还有教学功能，那我是不是得找你要点版权费？收我还不够啊？够。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有幸能够见到这个谱子的主人，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他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有追梦的机会的，他有就千万不要轻易放弃。这句话我现在正式送给你。
起最初那次相遇，你我都有些许措手不及，没有顾虑，时间早已所剩无几，留着后续再设立伏笔。这里再降两个分贝，听一下，这 chorus 是不是太大了？那你把这个 chorus 再降低三分贝。好。你我都很努力，同情代理，如此而已，是给彼此的默契。我们收拾起字句，用一个手来结局。哦，此时此际，往事尘埃落地，可以忘的本领，我总没办法尽力求精。想你紧握我的手心，你却在昨天的回忆。十一万公里，凌晨一无言的距离。哦，此时此际，分明不是此际，我却身临其境，目不转睛。哦，身在最痛的剧情，想你在岁末的冬季，爱渐渐失去，没有你在的结局。你还有想法？所以我这不就来找你商量一下吗？你打算怎么做？爬得越高，他跌得就越惨。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，怎么说呢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往上爬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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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最高处跌落的那种快感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准备在酷唱制作人里面安插一个我自己的人，和江南绑定制造话题，你觉得呢？我有个合适的人选，没人比他更合适。要不怎么说咱们兄弟两个没事的时候就得多聚聚。干杯。
瑞哥，包大爷，小杜也在。南哥，我说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别老时时刻刻撒狗粮呢？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包大爷，羡慕吧？你什么时候脱单呀？我们两个可等着吃你的狗粮呢。老姜，我跟你说，你已经把程程带坏了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在座的最幸福的就是这小子，今天就要回老家结婚了。小杜，这个呢是我和程程的一点心意，你回老家结完婚快点回来，把弟妹一起带来，我可不想看着你们两地分居啊。谢谢南哥跟嫂子。我哎，包大人，你的红包呢？嗯，快点，赶紧拿出来。不是你们俩什么表情啊？我包大人是这么抠搜的人吗？啊啊嗯。哎，不过说正事儿啊，一会儿我送小杜去车站，晚上那现场你就没问题。哎，我好像问了个寂寞。是，现在都不需要我了。你说的没错。不过老姜，我跟你说，你已经阔别舞台很久，这场仗能不能打赢，就看今天了。知道了，还那么啰嗦。嗯，走，拜拜。哎，小杜，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怎么样，我现在还好吗？头发没乱？没有。加油。嗯，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。哥，都准备好了。江南最后一个上台，他只要一开口啊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还是梁总安排的人给力。哥，要不咱去现场看看效果？哎，也是，也没什么可看的，唱歌就唱歌吧，还说什么追求音乐的初心。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怎么了？你紧张吗？你在，我就紧张。我去确认一下伴奏，一会儿回来啊。嗯。江南，我感觉我们来这个节目就是给你来当配角的，谁都看得出来 Alex 特别看重你。我没有听过大家的歌，你们也不知道我要唱什么，所以节目没开始，我们谁都不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要我看呢，赢不赢的其实并不重要。哎，江南，你认识简行吧？认识，怎么了？他可是录制前突然加入的，说是踢馆选手。你觉得 Alex 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江南，对于简行的控诉，请你做出回应。江南，听说你要和盛如解约是真的吗？江南，江南，做出回应。回应一下，好不好？江南，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因江南酒后暴力殴打简行，且 2B1 组合单飞，盛如与江南解约，江南即将赔付高昂解约金，就此他的音乐生涯也基本告吹。我的伴奏有调整，想替换一下。哦，行，那您听一下是哪一把？这个，这听起来跟江南的性格几乎一模一样啊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哦，行，那您确认了。谢了啊。不客气。录音师您好，您这里有最新版的出场顺序表吗？你是？哦，我是江南组的工作人员，谢谢啊。晚上喝酒啊。好。
哎，江南，好久不见啊！啊，来，哎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你还是没变啊？哎，你说，这次比赛谁能拿第一啊？怎么了？刚才我去确认伴奏，发现简行的曲子跟你的曲子几乎是一模一样。你确定？重合度实在是太高了。他是空降嘉宾，他的到来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，而且他的出场顺序还排在你的前面。我觉得呀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换一首歌。现在距离演出只有几个小时了，来得及吗？如果简行是冲着我来的，那换歌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不相信我？相信。那我去跟伴奏师确认一下，我们要换曲目。喂 ，Alex， 临时出了点意外，我可能要换一首歌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江南临时换歌，所以呢？临时换歌，还能这么玩啊？谁让人家有实力呢？不是，他这拖延的是我们大家的时间啊，你们不能这么搞啊！而且我还有下一场呢。临时换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刚才就是有一些紧张，气息不是很稳，但是评委给我的鼓励让我感觉挺温暖的。戴琳，这都第几个节目了，怎么还没看到江南呢？江南是最后一个，且等着吧。看来这节目组也不重视啊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压轴，大腕儿才压轴呢。这脑子是用的，一听就知道吃吃吃。以后再这样，你会走人。拿个设备拿这么久，你还怎么跟着我？再晚点，江南的抄袭素材就拍不到了。哎，梁总，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，我本来用的是江南的歌，但没想到这孙子居然临时换歌了。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是，您等一下啊。你干嘛呢？你为什么要抄袭江南的歌？你有病吧？你别走！刚才你在后台修改音乐，我全都听到了，你的歌曲跟江南的歌曲一模一样。我说你有病吧？江南不是换了歌了吗？我都没听过。就是因为你抄袭江南才换的歌曲。江南创作这首歌曲的原稿以及每一次的改编，我们都有记录，我们可以对质，看一看到底是谁抄袭的谁。我懒得跟你废话。简行，虽然之前你跟江南是有恩怨，但是江南已经付出代价了，你现在在节目组搞这种猫腻，到底是想要怎么样？如果你不说清楚的话，我就跟媒体曝光你。你也知道江南之前干的那些蠢事儿是吗？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你是他女朋友吧？你去向媒体曝光，我今天敢把这首曲子拿出来，你觉得我会没有准备吗？想公开，我随时奉陪。所以你就是承认你抄袭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说话给我小心点，江南早晚完蛋，别不自量力。江南，你冷静点。
江南，江南，你松手！江南，放开我！冷静一点，江南。放开！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啊？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。正好啊，我以前啊总觉得喝养生汤就像坐月子一样，但现在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深得岳父的真传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说这些？还有简行怎么会有你的谱子？你当年为什么要打简行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至于他为什么会有我的谱子，我们明天啊要找包大人好好聊一聊。程程，对不起啊，今天让你担心了。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以后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再打人了。我答应你。这文章也太过分了，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江南人品有问题，老掉牙的梗还拿出来炒作，上来就一顿嘲讽，亏得我前两天还跟他打球呢，气死我了。行了，你也别那么生气。包大人，电话。现在肯定是记者电话，不接。哎，你说这简晴怎么这么恶心呢？要不是因为橙子，江南就成抄袭了。他到底从哪里弄的谱子呢？其实知道这首歌的人也不多，除了我们几个，还有就是小杜。我现在觉得吧，就是谁泄露的谱子现在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简行下一步要干什么。他存了这么大一局没成功，还被江南给打了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Alex， 哎，免提免提。江南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闹出这么大的事情。 Alex， 对不起啊，是我冲动了。不好意思啊 Alex 老师，我是包瑞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问您一下，简行有没有告诉您江南为什么打他呀？他说江南嫉妒他空降。还没说两句呢，两人就打起来了。啊，他怎么胡？我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是江南先动的手，就是他不对。江南，这件事情你务必给我处理好了，要不然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 Alex，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对节目造成了影响，十分抱歉，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打简行是有理由的，绝不是一时冲动。如果我因此无缘哭唱制作人的话，我也不会后悔的。年轻人，话不要说那么满。事情现在闹成这样，不如让江南和简行都直接退赛。简行那边我倒是不在乎，倒是那个江南，他确实有实力，而且我没想到他身上有这么多料可以挖。先看看再说，反正现在节目热度已经有了，江南要是没问题那是更好，继续参加节目话题更多。老江，你干嘛不让我说话呀？我们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信的。主要这个节目对你来说真的挺重要的。在我看来，目前 Alex 应该不会轻易放弃我，这个节目最近的热度都挺高的。嗯，明白。这样，我先找几个熟悉的记者，咱们想办法先把舆论压下去，可以吧？先不急，就像你说的，简行肯定是有备而来的，我们现在除了等也没有别的好的办法了。
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先带程程回何家欢吃饭。好久没有去岳父那儿了。走了。那就辛苦包大人了。秦主编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江南那篇文章是你写的，不经过我同意就发出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真相是双主编，梁总的意思是我有权利独立发稿，您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去问他。第一，双主编是互相监督的，你完全没有上会，这根本不符合流程。第二，你这篇文章主观情绪浓重，煽动性质强烈，这根本不是真相的风格，就连网上那种标题党都写不出你这样的。琪琪，你好歹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就这水平吧？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还记得这么清楚？你有你的风格，我有我的风格，我要的是点击量。站住！我知道你对江南有意见，但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。你什么意思？说我家带私货？这事儿你我心里都清楚。我清楚什么呀？你不就是觉得我坐了你主编的位置，你心里不舒服吗？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让大家知道，这里谁才是真正的主编。大家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一下，今天我就跟大家说清楚，梁总之前之所以觉得真相经营不好，是因为大家之前做事的风格太古板。我也是奉命行事，希望大家积极配合，以后每周都要出一个爆款，和大家的 KPI 挂钩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工作直接向我汇报，听明白了吗？琪琪，你给我听好，真相从成立到现在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更不可能是你一个人的。这重要吗？你们手里的饭碗更重要吧。以前老喊善姐女魔头，现在才知道山姐那是女金刚，琪琪才是披着人皮的妖怪。江南，别愣着，吃肉啊！江南，我这盯电视盯半天了，没看见你出场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又老土了你！现在火的节目都分上下期，是吧，江南？是吗？叔叔，阿姨，是这样的，昨天录节目的时候，有人在后台闹事，所以节目可能要先停一停。啊？闹事？然后呢？你动手了？哎呀，这孩子，这你说你这么大个人怎么还动手啊？我得说你两句了，你遇事你得三思啊！你现在有了程程，你遇事你得沉着冷静，你不能。那个，当时是那个人推了我，江南也是为了护着我才动的手。他推你了？嗯。哎呀，叔叔，你干嘛？叔叔，叔叔，哎呀，你快点坐下，叔叔，叔叔。哎呀，推着他闺女，你想你说这叔叔干什么呀？沉着，冷静，淡定。受伤了吗？没有。叔叔阿姨，因为打了人，
所以可能这几天会有很多关于这个事的新闻，但你们不用替我担心，因为事实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。对，爸妈，那些人啊，也只是想借机炒作。你放心，江南，咱们不管新闻上怎么说怎么写，我们俩只相信你。对，你阿姨说的对，我们全相信你，我们支持你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以后这种事儿啊，叫上我。程程，嗯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江南，你今天有点奇怪啊。怎么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真是一点儿都不担心啊？这算什么？再糟糕的事情我都经历过。当时我们正火的时候，每天都有人来找我，就好像他们的广告演出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，缺了我就不行，走到哪里都是主角。可是到后来 ，2B1 解散之后，围在你身边的人一下子全都散了，就好像一瞬间。大家都忘记你这个人的存在，但是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更加确定值得我珍惜的是什么，就好像其他那些事情都不重要。当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解散啊？许多成，我在跟你真情流露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配合配合我，感动一下？你是我的男朋友，我想知道你的过去和未来。真想知道。嗯。5年前，剩余的老板云姐，也就是我们乐队的经纪人，带着我和展志林一起参加了一场应酬。你放心啊，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杨总，阿南的事就靠你了啊。阿南，衣服。哦，坐坐。杨总，你慢点。喝醉了。杨总，杨总，慢走啊。哎，哎，林子，林子，不行了啊。他是不是跟云姐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他江南就是个小白脸，吃软饭、陪酒陪睡的货色。来来来，和林子喝一个。你是说，当年打人的是展之林？当时展叔叔并不支持展之林玩音乐，如果简行曝光了他，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唱歌了。而且当时梁哲因为顾佳怡，一直在针对我。但是我觉得，简行约展之林，应该也是梁哲指使的。简行没有那么大胆子。那你告诉展之林了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？你应该让他知道的。他这么针对你，就是因为这件事。可是后来，他也没有再唱歌了呀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时间啊，就到这儿，下次再说。嗯。哎，话说回来。我们两个出道前经常演出的酒吧就在这附近，想不想去看看？出道之前，嗯，想去。走。
明天简行就能开直播。我邀请了一些媒体，这样江南打人这事儿就闹大了。简行就是个烂人，这么多年了还玩告状那一招。简行就是个棋子，展总你千万别拿他当回事儿啊。但是我特别不明白的啊，你看你简行江南，你们原来都是一个公司的，还是特别好的好朋友，为什么就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呢？闲聊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不说了，不问了，行吗？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，喝酒。走过那么多，才被你遇上，命运安排让我很慌张。黑暗中你的眼睛，另一种星光，我的孤单都被你照亮。告白着干透头眼帘，我想着敢拥抱你的背面，我的心思只敢让许愿树听见。一二三，你叩开我心门，我忽然变得笨，好像木头人。想念还在夜里发问，在他心里给我的几分。为什么我变得很奇怪，你的每句话都很难猜。最好的安排要越过人海，不想再等待。一二三，从牵着你的手，日日夜夜不再让你逃走。抬起头望着你的眼眸，点点滴滴分享喜怒哀愁。别害羞，给你全部温柔，漫漫宇宙我会毫无保留。并肩走，这一个伸出的手，两个星球终于不再漂流。想着敢拥抱你的背面，我的心思只敢让许愿树听见。一二三，从此牵你的手，日日夜夜不再让你逃走。抬起头望着你的眼眸，点点滴滴分享喜怒哀愁。别害羞，给你全部温柔，漫漫宇宙我会毫无保留。并肩走，这一刻伸出的手，两个星球终于不再漂流。